跳楼。有人跳楼？咦，好像是隔离桥啊。快看，都跳下来了。不好，隔离桥，我来救你。迪迦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不想活了。隔离桥，你为什么要跳楼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你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。是赛罗，他变成暗黑形态，不要我和孩子了，还和怪兽一块唱歌跳舞。是个赛兔子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隔离桥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现在就帮你教训赛兔子。好你个赛兔子，你老婆都被你气得跳楼了，你还有脸在这唱乌梅子酱？和你做兄弟真是丢我的脸，还不停下，看来只能教训你了。对不起了迪迦，我被贝利亚给控制了，变得黑化了，只能远离格里乔和小赛罗，我怕会伤害到他们。既然是贝利亚控制了你的行为，相信格里乔和小赛罗会原谅你的。我现在就把你光明时期的照片发出来，只要相信光的小伙伴看到，肯定会给你光，帮你恢复的。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，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，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，我不想听。小赛罗快点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小迪迦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还没跟爸爸妈妈说呢。你别问了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哟呵，这不是小赛罗和小迪迦吗？你们这是要去哪里？贝利亚，你别挡路，我要和小赛罗去游乐场玩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想去游乐场当然可以，不过你们两个人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只要能回答上来我就让你们走，回答错了你们就别想走了。一加一等于几？一加一等于二。一加一等于三。小赛罗，你这个小笨蛋，你确定一加一等于三吗？你真是个人才。没错，一加一就是等于三，你不信可以问问小朋友们。那好吧，算你答对了。我听说你爸爸穿女装了，还拍了一些照片，你快点把照片发出来，只要有人喜欢我就放了你们。相信光的小伙伴们，前往光之国的大巴车又要出发了，还没上车的小伙伴抓紧时间了，发送三朵小红花就可以上车。对了，我们最近拍了好多新照片，你们看了千万不要喜欢哦，不然我晚上就飞去找你，带你去光之国玩。我们最后在这座外时空中成空，我吹过雨吹过的晚风。咦，那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奥特曼在干活？快看，那不是赛罗吗？好累啊，我一定要坚持到恢复光的那一刻。赛罗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你给我走稳一点，晃得我头都疼了。看到你的迪迦兄弟和格力乔了吗？还有你的宝贝儿子小赛罗，不想他们没饭吃的话，你就给我好好的干活。贝利亚真是太残酷了，可是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你这个没用的老赛罗，你快给我站起来继续搬，我让你偷懒睡觉，快起来，还在装睡是吗？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，你给我飞远一点吧。贝利亚真是太可恶了，我们一起来为赛罗打气加油吧。给赛罗光，给赛罗光，给赛罗光，赛罗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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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。赛罗，我知道你在垃圾箱里面，快出来。你们想要干嘛？这里已经没人相信光，地球已经不需要你了，赶快消失。我都躲在这种地方了，你们还要驱逐我？我真的有那么讨人厌吗？赛罗离开地球，赛罗离开地球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好吧，那我走行了吧。我最后发一次照片，如果还有相信光的小伙伴喜欢我，我再回来。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光吗？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。我的儿子小赛罗真是调皮又可爱，他可是我的骄傲，我给我儿子小赛罗拍的一组美照，真是太可爱了，我现在就发出来，
我看看谁敢说我的儿子小赛罗不可爱。等到天边月亮如水，等到姑娘把口尖揉碎。赛罗，你是猪变的吗？你看你胡子都吃出来了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吃。小赛罗出去玩现在都没回来，你都不管管吗？赛罗老爹，我正在被一群怪兽追赶，他们还要吃了我，你赶快来救我呀。没救就没救了，我老得不行了，我胡子都长出来了，我把我的丑照发出来，如果还有人相信光，我就能获得更多的能量，提升速度，打败可恶的怪兽了。有人要从楼上掉下来了。是啊是啊，要小心啊，抓住啊，小心啊。格力乔，这次你就不会那么幸运了，你的赛罗哥哥已经被我抓住，不会来救你了。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利亚在欺负格力乔。你给我下去吧。不好，有危险。爱你不想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来自可恶的贝利亚，太欺负人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叫他。你不要过来啊。杰德，你真的太厉害，太勇敢了，我要给你融合最帅的形态发出来，让大家以你为榜样，做一个正义勇敢的奥特曼。我列传在天，会封人生杀，我列传在骑士鬼魅名下，我列传在那守心第二法，我列传在北城长城无涯。大伙跟我一起冲上去，一定要把我爸爸妈妈给救出来，让这些怪兽好好尝尝我们的厉害。这扇黑暗之门让我来把它给打破吧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贝利亚大人。贝利亚大人，可不好了，那群小奥特曼们打进来了，黑暗军团都给他们给消灭了，现在他们正在攻打黑暗大门呢，我看我们还是快点逃吧。太好了，格力乔，我们的宝贝儿子他打进来了，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都得救了。小赛罗终于来了，赛罗哥哥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住，这群怪兽揍了我们两天了，真是太可恶了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呢？他们几个小屁孩怎么会有这么强？我现在就打开监控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大门已经被我打破了，我先冲进去了，你们快跟上啊。哎呀，一群没用的东西，连这几个小屁孩都挡不住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再不想想办法，他们可就要打上来了。贝利亚大人，我有个办法，小赛罗他们之所以这么强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喜欢他们，我们赶紧把他们的丑照发出去，让大家都讨厌他们，这样那些小奥特曼就不会有这么强，我们就能轻松打败他们了。